其实壶铃它是一个屁后，臀部往后的屈髋跟往前顶，那在顶髋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尴尬。我懂。但是哦，哇塞。动作其实男生很适合做，因为他就是在模仿一些，活塞运动的那个，就是你要记得要把你的臀部往前送的那个动作。所以其实对男生练得好的话，其实太太是幸福的。这个如果他真的看着你胸部，你会害羞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假的。What？ 他是假的。对啊。坐着吧给陈文明医师拿一下。Okay, 好，来，医师好，你拿得动吗？哎呦，可以，一定可以的吧？你是演戏吧？对啊，故意的。哦，还蛮重的耶，八公斤，对对，来一下，很轻嘛。拿一下，你拿一下，要心理准备哦。这真的是蛮重，对啊，有一点重量。我看两位，我今天是不是上错了？OK， 我们刚走进来的人叫 Linda 老师。对啊，文倩姐好。老婆，我们再慢慢拉慢一点，拉慢一点，拉慢一点，拉慢一点。OK， 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。对，真的五十岁。OK， 你揍他一下。我揍他一下。就是你那个手看起来就会揍他。我操！对，因为这样可以看到你手上的肌肉嘛，对不对？我教的话，我比较不会挑男生动作，因为很尴尬。壶铃动作其实蛮尴尬，待会如果有时间可以示范给大家看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现在就示范啊。因为它顶髋很奇怪，你就所以如果我教男生的话，我会不知道要去摸他推他的哪里，真的是。所以我要脸对哪里？我随便嘛。对哈。对，因为其实壶铃它是一个屁后，臀部往后的屈髋跟往前顶，那在顶髋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尴尬。我懂。但是哦。哇塞！其实动作男生很适合练。哎，你就是可能会面对那个镜头，他们会看到你的脸。你面对那个镜头，他们会看你的脸部表情。对，就是说应该是臀部要很会送啦，就是说他屁股用力，他其实不是用手。你们 take 他的脸，好，你看，呼，呼，哇，哇，哇。魏敏，你会做他刚的动作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他是猛男泌尿科，就因为你是泌尿科，所以你做这个动作，对，他到底对泌尿科是好还是？就刚才就讲说，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其实男生很适合做，因为他就是在模仿一些，活塞运动的那个，就是你要记得要把你的臀部往前送的那个动作，所以其实对男生练得好的话，其实太难是幸福的。这个是 too sexy， 对 ，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s true reality， 这样子。Mr. Donald Trump 讲话都没有你这么直接啊！来训练一下。嗯，第一次这样子算是很厉害的。你怎么知道他第一次？你以为他是处男啊？你以为他是处男啊？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是蛮有天分的啦。就是很多人做的时候都会一直用手去甩。其实你做过嘛？对，我做过。有啦。你练习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啥？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氧运动，然后它其实会练到身体很多的肌肉，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。比如说哪几块肌肉？它其实最多应该是臀部、臀大肌。对，臀部跟腿后。对对。臀部跟腿后，因为其实到了一个年龄，人最容易肥胖就是肚子，没错，臀部跟大腿，还有这个屁股后面跟那个腿后的橘皮一堆，橘皮，对，就是我们的臀部跟腿后的这个接缝，尤其我们有年纪的女生，这个地方跟这边没有办法分开，所以如果你一直大幅度对，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屁股就会一直掉，因为这大部分是脂肪。所以地心引力就一直往下掉啊，对，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要靠练的，就因为刚刚动作就是大幅度的后走跟推，那当然这个对于生育率会有很大的帮助啦，对啊，如果男生懂得推，对啊，女生其实也就是要懂得推，对，女生其实也要帮忙推一下，对，所以这怎么教男生这个我就觉得很尴尬，因为其实我在欧巴桑要干嘛啦？欧巴桑其实很需要，欧巴桑很惨，欧巴桑他的肚子，他来的时候都是一大坨，要不往前凸，要不就是三层肉。那刚那个很喘，对，刚那个运动一分钟可以燃烧20.2大卡，所以基本上它其实是最佳燃脂地气。可是如果我提不起来呢？提不起来，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用，我们可以先用那个6公斤的，
我连可口可乐都打不开，最好让我提啊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可以教你一对一。啊，有点重，有点重，非常重。你手可能先把hold在这里。哇塞，这是一个铁锤耶！对，它就是一个石头。你可不可以拿一个？你刚开始可不可以拿一个 Dunkin' Donut 给我练习一下？ Okay, 我刚开始我给你4公斤，它的一半，它的 baby。对 ，My goodness， 它有，但是它哇塞。它很重很重，你们不要 take 我这么近，然后它那么瘦，好不好？倒什么鬼啊！这个制作单位真的是啊、哦。Yes, that's better. OK， 这样。对，它而且可以替代所有的哑铃动作，它可以练肩膀、练手背、练习。我觉得我的手指会断掉。不会，我会教你。其实发力还在肚子。发力在肚子。对，肚子还是要稍微试一下。看你这个身材啊，真的是可怕，有诱惑力。有，那如果你想要练你的拜拜袖，你就把它放后面，扣好之后往上推，3、2、1。刚开始女生觉得好重，觉得超重的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肌肉是会记忆的。你刚开始推的时候可能4公斤，慢慢增加到6公斤，慢慢增加到8公斤。现在我去健身房推的是10公斤，基本上你要练背一样也是靠它，扣上去，拉一下，扩背。拉一下，我觉得这好像要我去死一样。拉一下，对，如果练臀腿，直接给他蹲下去就好了。扣住，推上来的时候屁股夹，夹起来，下，屁股夹紧。我觉得你第一次会就把我开除哎、欸。不会，我慢慢教你，慢慢来。真的吗？李怡去，李怡去，李怡去，李怡去 fashion designer 是这样。做哪一个？我想要练拜拜袖。拜拜袖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来，李云，你就帮我，就是把它扣在这个地方。你稍微抱好球体，对，伸直手，放到后侧。还真的还有这个能力耶！来，往上哦，闭气来，往上来，老师在，不怕，推上去哦，慢慢来，吸气，闭气，往上吐气，要吐气哦。手好抖、啊，一直抖。慢点哦，向上，再稍微来3下，吐气哦，再2下来。哥，再一下，你死了没？ Okay, 好，谢谢，我们今天就拍到这。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一颗真的很厉害，拿不起来了。对，这一颗出国必带的。你出国必带，出国必带，你不会被那个，你不会被海关夹下来说你。他会用那个雷射检查，哎，这是不是一个什么炸弹还是什么？让他拿起来看一看，他就知道。因为这其实在国外很 popular， 在台湾女生会觉得太重，但是国外的都用12或16公斤，对，他们因为骨架很大，所以球迷医师啊，是 你自己那么热衷健身嘛，哈、然后听说你还用那种猛男，只有那个丁字裤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来录。没有到丁字裤，就是小泳裤。对，小泳裤。对，小泳裤跟丁字裤有什么差？一个有露屁股，一个没有露屁股。你为什么不露屁股？我自己之前呢、就是之前在练健身的时候，其实还蛮瘦的。其实我是到练了这几年之后，有找了教练之后，我的屁股下半身才练得比较好一点。不然以前真的屁股是超扁的。对，是扁的。是扁的，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是比较偏瘦的人。偏瘦的，那所以你想把自己练壮一点，练成肌肉，有屁股这样，翘一点屁股，就是穿衣服也好看了，翘臀这样。对，但是当初会练重训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在学校是练游泳的，然后就觉得说怎么练都练不了，练不到那个肌群，游都游得比人家还要慢，就觉得说是不是肌力不够，所以才开始重训。但你现在显然是有别的理由了嘛？应该是说你重训完之后就发现身体变得比较僵硬，游泳就变得更差了。像我们以前阿公那个年代，如果活到70岁、就算长寿、可是我公公90多嘞。现在放眼望去，因为大家都是活到80、90岁，对，平均年龄82岁。大家可是我们从30岁开始的男生女生，每一年肌肉骨骼肌会掉快1%，然后我们身上的骨骼肌的平均也才24%到30%，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完全不进行重训，
一个30岁的男生或女生到60岁会肌无力，走路会变很缓慢，连握力都会变得很小，然后常常容易跌倒，在厕所跌倒或者是在浴室里面打滑跌倒，就躺床了。所以就是变成60岁到80岁，你人还活着，但是生活品质变得很糟糕。对，那所以我就跟学生说，其实这是必然的，就有点像刚刚医师说的，其实训练或者是重训是一种运动习惯，而且它是为了要储值我们的肌肉本跟骨本，我们不得不去执行，而且是去执行重量训练。你妈是我同学，你叫你妈赶紧参加。对，我也有教。她妈是我台中女中的同学。是是是，所以我是觉得30岁以上就要可以开始慢慢的就是养成一个习惯。可是我现在刚好今年62岁，我还有救吗？绝对有救。怎么救法？我会从比较轻的，包含核心训练。大家都会以为就是在瑜伽垫上面折肚子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做 push up 这个事情，不是重训，错。其实做 push up 这种动作，伏地挺身，其实它是用你自己，对，伏地挺身，它其实是用你自己身体的重量当重训。我以为那只有男人做，哎 ，no， 女生可以做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女生很好做，对。所以我要朝哪边？朝你这边，朝我好了。好的，对，这样，对，你看，哦。3，好标准。4，好厉害。5，6，一直线。7，而且他的背好漂亮，他的那个整个背线条，而且一个人很健康，根本不会有人觉得穿这样叫暴露，就觉得就是一种很 healthy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时尚咯。其实健身跟运动风这两年，不止这两年，大概这10年一直是时尚界非常好棒啊！好，我要考你们两个人哦。是，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桌子。你要我们两个比赛吗？阿丘比吗？我一定输他的，手一圈大概是我的两倍。而且我觉得那个比手腕力有时候是跟肌力的大小不见得有绝对关系。但我觉得他可能厉害过。没有，没有了。而且他跟你比的时候，他光看到你的胸部，他就开始站。那比一下，先输了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啊？转过来，转过来比一下。你有，要，可是这桌子好像有点，你要坐地板才可以。没有，就直接在那个椅垫上。哎。你会让我吗？有点害羞哎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他就开始。你看看看，来。哇，好有力哦！也不是假的，也不是演的。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nine and ten。你看，是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没有，你有让我。我压不倒他哎。我认为你一个看人家胸部啦。范文倩，我认为真的女生练了之后真的很棒。嗯，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我刚刚是在开她玩笑，但她没有啦哈。是，但如果她真的看着你胸部，你会害羞吗？不会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假的。What？它是假的。对啊，因为你觉得，因为我们的体脂肪压得很低，因为我还要去选美。选美比赛，我有去比赛，就是全台湾年纪最大的。你说什么东西是假的？你的乳房是假的，假体。对，因为体脂肪很低之后，我们要穿这么低的衣服的时候，所以你是去隆乳的？我去隆乳的，对。哦，对，那因为我要再去穿更小件的比基尼，我还以为说他的眼睛是假的，我还没听懂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比赛的时候穿那个更小件的比基尼在台上，所以就会感觉更没有分量。那你把你的肩膀手背练大，如果这里又更小，基本上我自己个人认为啊，当然不去做也 OK。但是你就直接这样讲出来，你去隆乳，你也不在乎这样。不在乎。对，先讲先赢。我觉得这样的人活得很爽哎。对，一定要。不是我觉得像 Linda， 她其实示范了一种女人好特殊的自信。嗯，对。我觉得如果是非常由内到外很欣赏自己的女生，不会去害怕于承认任何身上别人可能会指责你或者是 question 你的任何点。他因为他讲的也很合理嘛，他的肌肉练成这样，不可能。他对，然后他站在台上，而且我体脂肪很低耶。如果他的体脂肪低，然后他的胸比较小，那整个比例就不好看嘛。不好看。那再加上人家会说，你的体脂肪这么低，你胸部可以变大？他就一直问你，你要练什么动作可以让你胸部变大？嗯哼，没有啊，没有任何动作。刚那个动作推的动作，只是让你胸部变高。它不会让内容物变多，大家都知道，就胸部是脂肪，它就是一团脂肪嘛，就是脂肪，
对啊，所以你体脂这么低，你硬要说你自己胸部是真的，这个真的非常不合理。那如果就把体脂吃很肥，那就不就胸部很大吗？对啊，所以胖胖的女生基本上来说的话，胸部是比较大，但是她就没有线条，她也没有肚子。对啊，那胖胖女生不代表她有肌肉，这些肌肉都是要在练的。对，我觉得所以只有这里不能练。刚才到现在好像都在骂我这样。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没有啊，这个我觉得是啊。是完全正确的，没有了。你妈妈觉得很骄傲，骄傲。Oh, that's very great。因为通常来讲，有些妈妈会比较传统。对我妈妈觉得，我妈妈觉得这女儿也太厉害。因为我以前在金融业嘛，对对，当理专。你以前在理专金融业？我是东吴国贸系82年毕业，所以我当了2个月的秘书，英文太烂了，所以我又再进到富邦人寿做团险，然后再进到第一金投信做了14年。后来是因为生病，我得了忧郁症，躺在床上20个月起不了身，非常晕。那是运动救了你吗？运动救了我，绝对是。忧郁症很好，运动忧郁症一定。对，为什么会得忧郁症呢？因为那时候碰到雷曼兄弟，在一对2007年 Brothers， 非常可怕。所以你的整个原来你以为一直在很好的收入，就突然就没有了。我待一年，待我在金融业的第2-3年，就是年薪350到400，嗯，也是做什么像什么，就很冲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冲过度了，所以雷曼那一次是无预警的。嗯，可是我存量10亿耶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客人是每天骂我的，骂到我就觉得哦，头好晕。头好晕，后来真的得忧郁症，我还是看了精神科医师，他给我抗忧的药跟抗焦的药，我吃了8年，我今年才戒掉的。对，我到后面我还是减半颗，我是心理压力很大，我觉得我认为我没有吃那半颗抗忧的药，我可能不会那么开心。但事实上，事实证明可能已经没什么效果，早就没有。医生说那根本安慰剂啊！我每天都想，我头好晕，我怎么可以晕成这样？但是有一个瑜伽垫让我在那里专注，我就是开始一直折我肚子，大概1个月左右就折出川字线，就我的腹肌是我很厉害的地方。后来才有其他，对。Oh, 我肚子这个地方，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自己还是有一个缘分，但是你很愿意走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有点神经病，他这样子可以随就是随便的展示他身体上。对，可以，就是因为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可以练到肚子这么平，也是你旁边写什么英文啊？就是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叫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never give up。他们问我要问你什么，就是当别人怎么说你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变成完全不 care？ 因为你现在越来越红，你在越来越红的情况之下，一定会有一半的人喜欢你，然后有人不喜欢你，但是你要怎么把别人对你的那一些攻击转为力量？我觉得这有时候我们还是太脆弱。啊，拜托，我是都被总统告过的人，其他骂我的人连总统都不是，你会理他干什么？真的，所以你从头到尾没有无所惧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你在很多事情，其实我给大家一句话，忧郁症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他的方法。运动，另外一方法就是你去观察别人。对，像我们刚才的方法就是你就去观察别人啊，不要只专注自己啊，就是看旁边的。我跟你讲，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所以不要说别人骂你你不要在乎他，不是的，有的时候别人骂你，你被骂是应该的。有时候骂你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当下很不是很高兴，对，可以想一下说这个骂里头有几分是有道理，对，有几分是没有道理的。反正每一个人在人生里头都有一些劫难，那你不是 A 劫就是 B 劫，那这种口舌的劫难是最小的事， It's nothing， 就是真的，你很多有些劫难是很可怜的，对，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，如果你这样想，就没事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啊。然后每次我都跟人家说，你被骂不怎么样，不少一块肉，而且我少几块肉对我是一件好事。真的是，要少的是脂肪，不是肉。我都需要。有一次我们的事业周报的 Facebook 有人留言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60几岁了？你为什么还穿低胸的衣服？我到80岁想穿什么都不关你的事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他讲说啊，那这个问题请你去问你爸爸。我也搞不清楚那个人是谁的。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幽默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只是穿什么衣服很愉快就好了。就是啊，right？ 对啊，对，从来不 care。To be happy, to be healthy。其实我们又变成一个僵尸在电视前面就不错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场三位来宾哈，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很
快乐的人请举手。很快乐啊，很快乐。举手。然后觉得我应该去重训的人请举手。我觉得要。两只手。觉得要找 Linda 的举手。呀，拜拜。